把春天，我的合作配合台时，刚才咱的安怎做情，来纪念精彩参加，再次来恭迎哦，再次来恭迎。再度来，把咱更多各位同事、时段、各位各来贵宾朋友，一定要能平安度，也再会迎接咱所有来的日潮内潮的各位进来贵宾，以及我们现场的乡亲朋友们，再次的感谢大家来参与咱这不止一次的庆山祭啊！未来各位一家给爱幸福，那么许许多多敬爱的长官贵宾，来我们记得记得啊，再次来再次欢迎新的一点来点点的庆祝呢，可以一起来帮忙补妆每一分每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以及镜头，来各位。那么很主席的那个好乡村哦，啊，在咱老祖大号来祝福哦，祝我们的第二村的父老祖，来咱呢啊，伫咱所属的当中，来咱们宽恕伊哦，再次来感谢。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放将军哦，手上会拿手球吗？为什么呢？其实哦，它这个背后有个意义的。对。这些呢，咱是大人哦，有的咱是细啊，不然可能是大人轻视，哦，不然轻视。啊，所以讲可能来换将军，相信讲来换将军。对。哦，来一般来讲啦，吼，你爹我都是咱的换下将军啦。所以讲呢，感谢一下小妹子嘞，拜托讲你小妹子也较大度，哦，卖可能是大人来交互。哦。他其实被咱社会照顾的兄弟情，兄弟情吼，当初呢在西两人呢，啊伫个桥街约束吼，约束讲吼，我若无来，你无离开，啊咱才好一条无。来，再次来欢迎吼，我是咱所有的，大家都支持我的。其实咱多阿咧讲吼，咱个社会将军的兄弟集体吼，今仔伫咱的老祖甲副老祖大吼，你看得到呢。对。包括咱的老祖跟咧副老祖，啊，咱两位老祖啊，在出来共襄花图，来共迎着咧咱百家千山江的安顺龙的姓氏吼，要代表着咧咱老祖跟咧副老祖两个人的感情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嘛呈现到伫咱现场，所以讲咧非常的难得吼，非常的难得。是，所以呢，我相信这难得的机会呢，而且就是特别是咧给咱看到的哦，爱好好珍惜人甲人之间的缘分啦。我相信伫咱的罗志跟咱的这个布罗斯都有感受到哦，来好好的这个保庇。